好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好，好，介绍一下贵宾，是我们南胜里的里长候选人啊，我们的王旭兴，跟大家挥手。好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好，那原本今天的音乐会设定在6:30，主要是要配合黄昏啊，但是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没想到呢，6:30天就黑了，改天我们改成5:30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在这个夕阳黄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准备两首歌曲，一首叫做《夕阳西沉》，那另外一首呢？叫做黄昏之恋啊，是电影黄昏之恋的主题曲，那我就选择这一首黄昏之恋，非常梦幻好听的歌啊。我也问一下现场是住在文胜公园附近的，请举个手一下啊。好，请放下来，距离这边离这边哈1公里以上的举个手一下，好，也蛮多的。那我们来赶快来听这一首呢 Face Nation， 也送给我在文化中心东区的好朋友，谢谢。
首热情的。